我朋友借咗部GoPro俾我拍啦，因為我買嗰部咧就仲未到，但我唔知拍出嚟效果會點樣，因為始終第一次用，即係尋日就買咗條頭盔戴綁喺度。如果唔係咧，本來我諗住綁喺隻手度嘅，但綁喺手度似乜都，好似錄得唔係咁好，所以就臨時買咗個頭盔戴啦。希望陣間拍出嚟嘅效果 OK 啦。呢個真係我買嘅，好可愛啊！真係。 超可愛，可以擺喺度先。係啊，嗯，啊？你來先。 可以喎。
说呢，在剪片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还没说我买 R3 的原因。咁首先就係外形方面啦。其實喺我學車之前咧，我一直都好想揸啡檸車嘅。然之後咁啱就俾我見到佢有藍色同橙色呢個配搭，而呢個配搭咧係我自己本來都已經好中意嘅。最後就係因為我嘅身高就係得153cm，所以喺揀車過程入面咧，我都好驚自己會唔夠高嘅。而在我试架车的时候，我坐到上去的时候，刚好两只脚垫到地，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我是觉得挺舒服的，所以我就选了这架车了。上次大家在 Creator 投票想看我拍一条关于我买什么车的片，所以今次就找数拍了这一条片。如果大家下次都想看我拍什么片，可以去 Creator 挑战我的，网址我会放在下面。